的压力真的最大，所以大家你们真的要听他的话，努力配合一下。那他又是直接面对你们的，就又更大。加油加油！辛苦啦辛苦啦！还有时间，今天我也不能这样跟安慰你们，没有时间了。就我觉得有些地方我都会痛掉，对。然后，但我有听到雷声爆，可是没多久又再一次，就是至于我的表演的重复性有点高， okay, okay. 而且是蛮接近的。大家都加油，这个是开始一定很难。可是如果我们练好，我很在意这一段，是因为我希望这一段趴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人很多，可以在这一趴有点吓到大家，觉得哇，好厉害。现在换我开始紧张，我也是不是很容易啊。其实很多东西还没有完全排好，因为就是有新 dancer 的加入，然后包含舞台也做了很多变化，然后有一些机关，所以变成说有一些舞当然是既定的舞，然后有一些又因应我的要求又有做一些改变，自己很压给，求好心切，完美更完美。然后当然又因为疫情的关系停摆了好一段时间了，然后再重新做一个这个秀，期间版就什么东西都觉得要 upgrade。然后每一件 upgrade 之后就变成这样子了，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改了，我觉得已经真的是要变成一场新的秀了。右手往上的时候，你的左手可以动吗？你为什么让自己边在那边，左手边在那边？但是右手伸，左手往下拉，你就会在一个很舒服的位置。这样这样，右手拉，右手拉开。我上次是要拉起的方向，严师出高徒。之前都不会踩到，今天第一次，没关系，我对你稍微看一下，离太近，对，因为就不能踩，不能让我踩到。好，我们一直在讲周跟心灵的前后距离深度，但之前都没有啊，就是这还是潇潇学姐在讲说，还要警惕哦。人家在唱歌，你们就是不是难受？所以有点距离，绝对不会踩到。来，他的压力真的最大，所以大家你们真的要听他的话，努力配合一下，因为其实他跟仙草老师压力都很大，那他又是直接面对你们的，就又更大。加油加油！辛苦啦辛苦啦！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就是这样子，终于看到有一点点的进入状况的精神，那个是一步一步大家辛苦来的。然后，可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不能上台的，骂跟用词可能会犀利一点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让你慢慢学习。我们关起门来的纠正是加分，出去了才被看见就来不及。所以我们尽快的再把细节再修正，好吗？一起加油啊！来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